各位法师慈悲，各位莲友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请放掌。这处是咱第十七处的这个佛印。今仔日的这个开始，首先我要向咱各位分享一件念佛感应的精彩的事迹，就是念佛撇免了鬼魂的干扰，念佛救度了生死的这个险难。咱屏东县加东乡有一间寺院，叫做慈云寺，主持叫做上元下庭法师，也就是圆庭法师、圆成法师。伊讲，伊一生之中有经历真济次诶生死诶即个灾难，但是每一次拢因为念佛，要来化解，来片面，伊讲最初，就是伫伊做兵的时阵，伊是40年初，伊做兵20岁，是民国59年，也就是1980年。伊做兵是伫即个金门，咱知影金门是前线战区的所在，伫迄个所在，因为战争来灭亡，而即个军人非常多，也因迄点是住伫即个碉堡内底，往往伫金门做兵，拢是住伫碉堡。啊，碉堡内底呢？非常的这个阴湿，而且感觉煞气真正重，予人有一种恐怖的感觉。也伫碉堡内底，每一暗，伊拢受着这个鬼魂压床，或这个鬼魂来入侵、地侵。长期以来，每一暗拢是即一款，所以伊不但非常惊吓，而且呢，身心也非常疲弱，非常的忝，暗时也困无好，日时也要去操练，日子一日久，心理上非常压力，非常恐怖。第四，伊个精神几乎伫要崩溃。幸运个就是，伊个排长是一个非常慈悲、一个学佛个人，为着要使伊避免即个鬼魂个干扰，会当安稳来做兵到家退伍，伊就叫伊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当然，对了佛教的道理，伊拢无了解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六字有甚么款的利益功德，有甚么款的这个好处，伊当然嘛无了解。不过，在无任何办法之下，
伊当然就安尼来接受。所以迄间呢，伊就依照排长所教的来念南无阿弥陀佛。结果，迄人就已经有效果了。迄人就一夜安眠，到甲天光，无受到鬼魂的干扰压床。经过几天，人拢是会懈怠的，尤其是伊也毋是为着修行，为着了脱生死大事来念佛，伊是为着避免鬼魂的干扰。啊，既然鬼魂佮无来干扰啦，伊会当呢安稳来困，所以伊念佛的懈怠，最后就拢袂记起通念佛。一个无念佛，结果呢，照常暗时啊，有鬼魂继续过来干扰，来压床。迄个时阵呢，伊惊着了，伊想讲安尼袂使，一定爱将念佛记好掉，爱也记起每一天念佛。为着要记起每一天念佛，而且会当记数念佛，所以伊就请伊个班长。出外的时阵呢，顺便去这个银纸店买一罐108的念珠来给伊。从今伊每一暗要睏的进程，得固定功课，也就是虔诚念佛，念佛了后呢，才倒落去睏。安尼，从此得每一暗拢也真好困，无丝毫受到鬼魂任何的干扰，一直到家体悟拢非常平安。即卖讲体悟当然得转来厝里，伊的故乡是伫即个高雄县，啊，但毋是讲每日拢有这个尊忌，所以爱单纯，有尊忌才会当坐船倒转来台湾。啊，伫咧等候尊忌的期间，伊是住伫这个小金门的这个营区。有一天黄昏的时阵，这个真侪阿兵哥啊，就同袍，伫这个营区中山社。啊！伊所在伫遐咧休困，咱老做兵的人就知影，每一年拢有一个中山社。中山社并无介大，但中山社呢，就是大家休憩、休闲的所在。遐放有即个电视啦、报纸啦、杂志啦。若无操练，休息的时阵，阿兵哥往往拢就是伫遐看电视。迄个时阵呢，伊也跟随大众伫即个中山社啊，也毋知啥物原因，内心突然感觉一阵即种莫名其妙的即个烦闷，真正郁闷啊，真正袂安稳啊，袂安。迄个时阵呢？伊也感觉真奇怪，突然间闹这种心情，所以就带着这罐念珠啊，离开中山社，行到附近的一间小庙啊，当遐静坐念佛。现在来到这个小庙啊，要静坐念佛的时阵呢，听到这个营区中山社迄个方向传来了一声。好亲像雷公弹的这个爆炸的声音，伊惊一个，伊就赶紧向这个营区来看，而且呢，也来到这个中山社来观察，一个观察，哎呀，会使讲灾情惨重，原来就是迄个时阵有一个副排长，
伊在教即个化学兵操作即个手雷弹，啊，即个化学兵无小心将着手雷弹的即个插销扭开。咱知影手雷弹的插销若扭开，手雷弹无几秒钟就会爆炸。啊，即个化学兵无小心将即个插销扭开的时阵，因为他惊一个，赶紧将手雷弹弹咧，啊，就走开去。伊弹咧是伫即个中山市，结果手雷弹是咧爆炸。所有伫中山市的即个阿兵哥，拢总受伤，毋是重伤，就是轻伤，其中也有当下来死亡的，会使讲惨不忍睹。哀嚎四起，伤势惨重。其中有一个阿兵哥，啊，就是伊真好的这个阿兵哥，运动的所在受到手雷弹的这个碎片所击中击中，也鲜血奔流，那血船啊按对运动的所在喷出来。也本人倒在地面上哀嚎痛苦的这个哀叫，那种哀叫的声音就好亲像低红台那一半的这个哀叫的声。没多久，因为在他的这个伤势真正严重，就来死亡了。啊，真可惜的就是，这个阿兵哥，伊的祖上三代，就是伊的阿祖、阿公、甲伊的老爸，拢就是台地的人，以台地为业，所以这好亲像现世报应，祖上的业报在子孙的身上。回想到迄个时阵，那毋是阿弥陀佛的加持，所以的心翻文离开迄个所在，安尼呢爆炸的时阵，伊照常也爱着伤，无死嘛重伤，那有可能讲全身平安来存在呢？所以讲，念佛自然都有佛的这个护身，会当撇离种种的这个灾难。所以讲，人离难，难离心，一切灾殃化为尘。这是以少年做兵念佛救度生命的一件精彩感应的事迹。一般做兵，父母拢会带这个囡仔去大庙拜拜，啊，求这个保身符啊，希望会当平安倒转来，就是遇到战争，也会当免受战争的灾难。不过，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上安稳的这个保身符，伊也无去点灯安太岁，无去吸这个保身符，伊干那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会当有缘解缘，有结解结，撇除着鬼魂的干扰。佮上贵重的、价值的，就是会当救度伊的生命。本来伊都要退伍了，卡苏那伫遐来参事，安尼呢，岂不是非常可惜？但是因为伊念佛，有阿弥陀佛的护持，
所以讲明客其心，暗暗之中开发着伊的这个心，使伊的心产生某种的这个念头，来离开灾难。安尼讲起来，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报。世间人拢以这个金银财宝为报，还是以名利地位为报？但是世间任何搁较贵重的报，其实也是暂时性，而且有可能带来这个业障，就是到最后的时阵，所有的这个富贵荣华也拢会离开，无甲一件世间的宝会当随身跟随着咱。只有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学佛的人、信佛的人，是以三宝为宝，三宝之中，佛宝为重，佛宝之中，南无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，所以咱就是以南无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为宝。这款的这个宝呢，是不免辛勤去追求，因为这个宝是摆在咱的面头前，予咱随意来领取，随意来使用。只要咱若是心中想佛，口中念佛，安尼自然咱就是领受着宇宙之中最贵重的这个宝。领受着这个宝了后呢，伊永远袂离开着咱，是教咱，所以讲形影不离，日夜相随，同入同出，同困同起，会使讲这款的宝，甲咱本身已经结合一体，这叫做机法一体，永远袂离开，永远也袂去予伊叛境拍个闹去。一般讲一本万利，但是咱念佛是毋免本钱，而且伊个利益是无量无边、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。所以咱爱以南无阿弥陀佛为宝，对这个世间呢，对这个世间，咱爱有这个慈悲喜舍的这个学佛的气质，就是讲生活上所使用的物件，只要若有一件都有够，咱就免两件。有旧的会当使用，就免得阁买新的。所以讲，能省则省，可用则用。所以学佛的人，就是修行人。修行人呢，是求道啊，不求富，安贫乐道，将得意的金钱、得意的物质来施舍，施舍给需要的人。这呢，确实学佛修行者的这个尊心。
各位朋友，是不是这款啊？所以讲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咱所带的业，就是咱在世积功累德的业，就是领受阿弥陀佛救度咱的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往生极乐世界的诸鸟的这个业，咱这几处的这个佛意，拢都是伫咧研讨《无量寿经》大意，研讨《无量寿经》大意，咱提出《无量寿经》五段核心核心的这个经文。以这五段核心的经文来显示《无量寿经》的大意。本来一部经、一本册的这个大意，只不过是就这个重点、简明扼要的这个解说，但是因为《无量寿经》是一部救度所有众生的经，非常重要。因此呢，这五段核心的经文虽然是伊的大意，但是咱伫遮呢也对这五段经文做详细的这个解说。伫前几处，第一段到第四段的这个经文已经解说完，接下去咱要解说第五段。这个第一段的这个经文就是如来出世本怀文，第二段就是第十八愿文，第三段就是第十八愿成就文，第四段就是大经流通文，也叫做念佛流通文。第五段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研讨的，叫做直流处境之文。直流处境之文意思是说无量寿经，意思是说这个佛教佛法最后都会消灭，但是释迦牟尼佛以他的慈悲愿力特别单独将无量寿经留在这个世间，永远存在，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这就是直流处境之文。这段文是伫无量寿经的这个最后，啊，就是流通处的所在。这段文汉文总共只不过38字而已。咱现在呢，以虔诚恭敬的心，以这个闽南语甲国语各界念一遍，请跟随我念，请合掌。当来之世，经得灭尽，我以慈悲爱悯直流处境，知足必衰，其有众生得殊境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当来之世，经道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，特留此经，止住百岁，其有众生执思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请奉上。
这段文非常好，非常有价值，可以说就是字字珠玑，句句奉公。这段文对咱净土宗在佛教中的这个地位有非常大的说明，非常高的这个说明和启示。第一句，当来之世，当来之世，什么意思呢？是指末法一万年以后，那个时阵法灭的期间，叫做当来之世。当来就是未来、将来。多久的未来呢？现在是末法，末法过了后，就是法灭的时阵。这个当来之世是指将来法灭的这个期间。经得灭尽，经是指释迦牟尼佛一生之中所说的所有大小乘显密的这个经典，啊，就是三藏十二部经。经得，这个得呢，就是所有经典之中所讲的种种的道理和修行的法门，这个经典和道理法门拢总消失，叫做经道灭尽。既然经道灭尽，可见在迄个时代的人就袂当听到三宝佛法经的这个名，所以五戒啦、十善啦，也无人伫咧劝导，连善恶报应、三世因果的道理，也无人伫咧说明、弘扬。迄个时阵，就是佛教灭亡的时阵。但是释迦牟尼佛讲讲，伊为了着悲悯众生，悲悯就是非常悲伤、非常悲切啊！而这个悯念，悯就是同情、疼惜、不忍，为着悲悯、疼惜当时的众生，特别也来救度当时的众生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的特别意义的这个慈悲神通加愿力，使无量寿经这部念佛的法门的这个经，在法灭的时代也会当保存，而且弘扬流传，使那个时阵的众生也会当因为念佛来得到生死轮回，使那个时阵的众生有了这个解脱的这个因缘。所以就这段文来看呢，伊就显示着两种的意思。第一，显示唯有念佛的净土法门，正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这个本怀中的这个本怀，所以本怀就是讲目的，主要的目的叫做本怀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目的在哪里？就是要救度众生，使众生不但解脱生死轮回，也当使众生拢终成佛，这就是佛出现在世间的目的。干那不是安呢？出现在世间，只不过是讲一挂道理，
予人去研究、去培养、去寒谈讨论，安尼哪有啥物价值呢？所以目的就是要救度众生。救度众生有几部经典，拢会当使众生成佛，但是唯有《无量寿经》的这个法门，是会当契合着所有的众生的这个法门。那其他的这个经典呢，虽然也会当使人成佛，但是道理真深，方法真正艰难，会使讲大多数的众生拢做未到。既然佮做未到，安尼就好亲像佮大多数的众生都无关系。唯有《无量寿经》所讲的法门，是佮咱任何众生是有绝对的这个关系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就是释迦牟尼佛本怀之中的这个本怀。即使将来所有的法拢已经消灭，但是宣说着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本怀的这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伊未消灭，会继续留在这个世间救度众生。这也会使讲，就是经道灭尽，处境不灭，处境不灭，佛法相存。所有的经将来拢会消灭，唯有《无量寿经》永远未消灭。《无量寿经》若永远不消灭，就是定力佛教佛法永远相存不灭。所以第一点，先是《无量寿经》是释迦牟尼佛本怀中的本怀。要若毋是本怀中的本怀，为甚物所有的经典都拢要？都拢自然消失。为什么要特别将这部《无量寿经》以伊的慈悲愿力来赐予存留在这个世间呢？可见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心中唯一所注重、所重要的，宁可其他的经消灭，这部经不可消灭。显示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这个目的，就是为这个法。第二点，显示现在的众生念佛必定往生极乐世界，100%，无迄个豁然率，模棱两可的。为什么呢？法然上人都解说一句法语，解说了真好。伊讲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虽然是伫三宝消灭的时阵啊，只要念佛也会当往生啊。安尼呢，显示咱出自在三宝流行的现在之势，念佛更加一旦往生，决定往生不可怀疑。意思就是讲，灭法的时阵，佛法经善恶报应，这佛教的道理拢无，干那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迄个时阵的众生干那念佛，就当往生极乐世界。何况讲佛法流布的这个现在的念佛人，拢知影有佛法经，有善恶报应三世因果，知影念佛的往生极乐世界，知影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因地法藏菩萨的时尊，为着要救度咱十方众生，经过着五劫的时间去思考这句南无阿弥陀佛。佮经过调查应劫的时间，
去积是累积这个菩萨啊，哦，这个六道万行，然后呢，才完成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完成这句会当救度任何众生的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功德名号。现在的念佛人啊，因为佛法了在咧流传，就知影这种的这个道理。迄个时阵的众生，这个道理完全无了解。伊敢若念佛，凭着这句佛号的这个功能，自然发念，自然发而得，就能够呢，就会当呢脱离六道轮回，就会当往生极乐，就会当快速成佛。所以这两部这部无量寿经永远留存，就显示了这两种啊，起码显示了这两种的这个意思。有关东来之世经道别经这个内涵，第一部经叫做法别尽经，法灭尽经。这部经就讲讲修楞严经，八周三昧显化灭去，十二部经行修修灭，法灭尽经说所能言经，佛周三灭先化灭去，十二部经寻后覆灭。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修楞严经啊，楞严经一般佛门扎课的时候往往都会持诵这个楞严咒啊，这个楞严咒就是按对楞严经所出出来。首先楞严经啊，八周三昧经的自然消灭，然后呢，十二部经啊，一步一步来消灭去。这是法别一经所讲的。要这个东条经行大师啊，伊伫这个无量寿经莲基十文赞。这部册里面就说说大涅槃经共现佛性，性教中深，独性人而现不。唐朝景星大师在无量寿经莲义述文赞解释说，大涅槃经广显佛性，圣教终身，足圣人而先梦。意思就是讲，像这大涅槃经啊，这款的这个大部经，是伫咧显明这个佛性。这种的这个经，伫佛教所有经典之中，会使讲就是真深奥的这个经典。一般人理解较袂来，因为理解袂来呢，所以自然的独占随着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涅槃，随着这个正法上法灭末法的这个过程，啊，得独占来消失去。这个隋朝正也是慧远大师所写的《无量寿经》说。也讲讲，释迦正法有五百年，上法千年，末法万年，一切皆过皆过，名为别经定。隋朝净影寺慧远大师的《无量寿经》书说，释迦正法有五百年。相法千年，末法万年，一切皆过，名为灭尽等。这段文的意思来讲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正法，就是佛教啊。正法呢有五百年，上法有一千年，
佛法有一万年，正法、上法、末法经过了后，就是法灭的时期。所以这段文就是从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法，也就是佛教，分为三个时期、三个阶段。第一个时期就是正法，正法五百年。正法的意思就是讲，虽然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去，但是在这五百年的这个期间呢，这个佛法啊，佛法呢，要搁真纯粹，伫底流布，而这个修行者呢，也伫底真认真啊，真认真，真器重的修行，真实在的修行。所以要成就的人，要经过了五百年了后，一千年的期间，叫做相法。相就是好亲像，好亲像在正法的时阵，但是外表亲像，本质已经无同了，叫做相法。要佛法一万年，佛法就是讲。这个佛法的这个形式，好亲像啊，特别近啊，好像讲太阳落山迄一般啊，特别黑暗啊。但是伊有一万年的时间，这东条的这个唯识宗朱文熙开基大师啊，伊。原来是这种的这个讲法，尤其开基大师在这个《法华现传》这本册里面，伊就讲讲正法时教行正该具足，上法时唯有教行不正过者，不法时即唯有教。而无有行政。唐朝窥基大师在《法华宣赞》中说：“正法时教行正皆具足，相法时唯有教行无正果者，末法时则唯有教而无。”行政这段文的意思是说，在这个正法五百年的时候呢，要还有教理跟修行者跟正果者这三项教行政都要还继续，意思是说那个时候不但有佛教在流布，而且也有真正的修行者，也有实在的这个正果啊，成道的这个人啊，那就是正法时间五百年的这个现状。到上法一千年的时阵呢，是只有这个教甲行，但是无正果的人。意思是讲，上法一千年的当中，佛教有哪有在弘扬流布，也有修行者伫在认真修行。可是无正果的人，无成就的人，所以叫做相法，好亲像相似啊。到佛法的时阵呢，即唯有教，只有有这个佛法的存在，有人伫咧讲经说法，而无行者。但是无修行的人，无实在修行，无认真修行的人，当然也无。正果成道的人，这是在东调时代啊，开基大师也是当时的一位高僧，伊所讲的一段，对咱有非常大的这个警惕啊，警惕的这个内容，正法。
教行程拢拒绝，想法敢若教行无正果的人，佛法敢若教啊，啊无修行无正果的人。各位莲友，现在是毋是佛法时代？佛法时代，佛教要存在无？存在，但是佛法时代有修行者无？有成道者无？无啊！安尼，咱会有疑问，而且会质问。安那疑问，安那质问呢？质问讲，哪讲无修行者？你来看，伫寺院啊，拢都是出家人。出家就是专业的修行者，哪会使讲无修行者呢？尤其是嘛有人闭关啊，嘛有人呢专持戒律，嘛有人参禅打坐、深入禅定，哪会使讲无修行者呢？但其实吼，有心修行，无得。通好修行，甚至真正发自内心的这个修行者也真少，拢就是形象、外相、形式而已。所以无修行的人，也无正果的人。啊，咱卖基本讲，像禅宗，就近代来讲呢，嘛有真侪开悟的。开悟是无容易啊，所以讲开悟呢，爱得七条天诸佛，九大众缘财啊。要拿一莲池大师所讲的讲，特别开悟得爱三条天诸佛，七大众缘财。不管三条或者七条，不管七大或者九大，拢就是讲非常困难。要当开悟，就爱起码将三代的这个做福、做皇帝的这个福报，以及七代或者九代的这个状元的智慧才华，拢累积集中伫今生今世，伫迄个时阵，安尼才会当开悟。啊，就是讲大彻大悟，也阿未了脱生死，迄是悟，毋是证。悟了后，确实修行的开始。也那是无成就，照常六道轮回。可见开悟啊，开悟是不是这困难呢？困难啊！所以咱。该实实在在认真检讨家己，要来观察别人，观察佛教的这个现象，现在的这个情形，咱得了解，确确实实无唔对。佛教要存在，到处拢有伫咧讲经说法，不过呢，内容迄、那个质已经变了。而且实在修行，会晓修行，修到对机符合咱根器的这个行，会使讲无。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伫咧讲讲：修行者多如牛毛，正道者少如鳞甲。修行者多如牛毛，正道者少如鳞角。我哋讲修行的人真侪，好亲像牛毛啊，但是正果成道的人真少，少加好亲像麒麟，麒麟的这个角。伫古代来讲呢，牛到处拢有，一鳞麒麟。非常少，
基人的出现，对是天下太平，圣人出世。这就显示讲，要修行无简单，无迄种的根气，无迄种的心，无迄种的这个力量。这背后显示讲，也是爱念佛，念佛简单，咱拢做会到。念佛契合所有众生的这个根基，念佛不是看咱，念佛拢看佛靠。阿弥陀佛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这节就讲到这。现在要请大家起立来踏步、拍手、念佛。各位法师慈悲，各位莲友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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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放掌。咱现在就是佛法时代，佛法时代的这个期间有一万年，已经过多久呢？大概已经过一千年，佛法时代还有九千年，九千年过了后就是灭法的时期，所有的这个经典自然然来消失。一般所了解、所识的这个四法经，就是《阿弥陀经》《普门品》《金刚经》《药师经》啊，拢会消失。当然，《阿弥陀经》的道理也包含在《无量寿经》之中，所以算讲。四法经之中，阿弥陀经的道理无消失，其他消失。此外，一般普遍所读诵的，比如讲《地藏经》啊，《法华经》，还是《楞严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，乃至讲《涅槃经》《大集经》，这有名的这个经典。拢也会消失，这叫做当来之世，经道灭尽。佛法若消灭，当然就无人知影有佛法所讲的善恶报应啦、三世因果啦、六道轮回的这个道理，也毋知影讲有佛法经的这个三宝。不过，虽然这个道理无人咧讲。也无人知影，但是却有人知影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。原因就是释迦牟尼佛因为悲悯着众生，以伊的愿力将这部《无量寿经》资助百岁，资助百岁，留存在这个世间一百年，所以无消失。而这个经就是这部无量寿经。咱净土宗有一位祖师道绰大师，伊的这个安乐集下卷第六大门的所在，就讲讲佛法一万年，诸经识别，如来悲哀同修众生，得留诸经。知足必衰。我们净土宗的道绰祖师在他的《安乐集》下卷第六大门就说：“末法一万年，诸经熄灭，如来悲哀痛烧众生，特留此经止住百岁。”
意思来讲，爆发一万年，诸经识别所有大小的这个经典，拢完全消灭。但是，释迦如来以伊的这个悲哀啊、哀悯，同情着我痛我烧，啊，就是造业造罪受苦受难的众生，所以直流此经，特别将这部无量寿经，改留置存在这个世间。这是咱净土宗的这个祖师，也是这款的这个说法。也咱善导大师在《往生礼赞》也讲讲：万年三宝灭，初经主必莲。善导大师的《往生礼赞》也说：万年三宝灭，此经住百年。所以无论就本宗的祖师来讲，或者他宗的祖师大德来讲，拢有就这个无量寿经啊，刘同分所讲的讲，特别将无量寿经停留百会啊，这个道理呢，拢有说明。再来经文讲讲，我以慈悲哀悯得留此经，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。慈悲哀悯这四句，跟这个无量寿经一个开始，开宗明义的所在，啊，就是发起事的所在。所讲的讲，如来以无尽大悲勤哀三界。这个大悲勤哀和慈悲哀悯，不论就文字上或者内容来讲，拢完全相同。啊，就是讲无量寿经一个开始，释迦牟尼佛就首先表明讲，伊就是因为伊无尽大悲勤哀，才出现在这个娑婆世界。要来救度三界的众生，所以大悲勤哀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动机，目的就是要演说无量寿经的道理。到尾后，也是以慈悲哀悯，将这部无量寿经在灭法的时阵，要解独独存在。无予伊消失，这就显示啊，经的这个前后的经文有这个前后呼应的这个关系，显示《无量寿经》是一部以无尽大悲哀悯咱苦恼的众生，要回溯，要送予咱。念佛、成佛的真实利益的殊胜经典，无量寿经就是这款的这个，赐予咱念佛、成佛的殊胜经典。所以知影，释迦牟尼佛的慈悲，特别哀悯，同情疼惜着三界之中，的这个造罪造业、思想沉沦。三恶道的众生，就是善导大师所讲的讲，常不众生，常莫众生。释迦牟尼佛特别怜悯常莫众生，要常莫众生常不的众生，罪业特别重，轮回特别深，的这个众生，特别出离解脱。六道生死轮回的重要的法，就是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。要往生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，殊胜的这个因，就是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。所以，直流此经这个经文，显示释迦牟尼佛的本怀。同时也显明阿弥陀佛
的这个悲心的这个极点，悲心的极点。为什么？干那单单一句句名号，得当救度所有的众生，就是佛法消灭的时阵，也要将这部经这句名号改流传，所以无消灭，使当时的众生也会当因为这句名号来逃脱生死轮回，甚至往生极乐成佛。这岂不是显示着释迦牟尼佛、显示着阿弥陀佛，因为这个平等无条件的这个慈悲，这种的慈悲达到极点，同时也显明阿弥陀佛的救度的这个对象，就是以咱这款的众生为正基。咱这款的众生，也就是讲，无其他的这个方法，会当消灭咱的生死重罪，会当使咱脱离六道苦海，就是讲无他方便，咱无其他的这个方法。因为其他的方法道理了解不来，方法修持不起，有对咱来讲定力无。但是阿弥陀佛伊有法度人甲咱救，伊以这句名号来相示予咱，这就是显露出佛的这个慈悲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慈悲，就是阿弥陀佛的慈悲。安那讲，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就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呢？因为释迦牟尼佛所特别保留的经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。《无量寿经》的主旨就是显明以阿弥陀佛的名号来平等、无条件救度十方众生。所以八部经无漏，漏这部经就显示释迦牟尼的慈悲是以阿弥陀佛的慈悲为伊的慈悲。佛法消灭了后，其他的经典，所以讲理深解迷，道理深奥玄妙，一般的人了解都了解不来，何况讲会当修持呢？所以像迄款的经典，自然就会逐渐来消灭。但是释迦牟尼佛以伊的慈悲、无尽的大悲心，为了救度众生，使这部《无量寿经》继续留在这个世间，这得直流出经，特别的。特殊的是阿弥陀佛特别的这个慈悲，优待咱、同情咱、特别替咱的这个设想。直流出经就是直流念佛的这个意思。现在大师在往生礼赞讲讲：万年三宝灭，出经自必然。逆时本一念，该当得相比。特留此经就是特留念佛的意思，如同善导大师在往生论往生礼赞就说：万年三宝灭，此经住百年，而时闻一念，皆当得生彼。意思来讲，佛法万年以后，三宝啊，是不是三宗？是不是部经拢总消灭？但是这部经留住一百年，留住百年啊！迄个时阵的众生，只要听到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来念伊的名号，拢总会当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留这部经，就是留阿弥陀佛的名号。
善乐大师伫即个《观经疏帖疏》也讲讲，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中，唯名专念弥陀名号得生。善导大师在《观经四帖疏》说，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中，唯名专念弥陀名号得生。意思就是，无量寿经本来上下两卷。上观是在讲阿弥陀佛成佛的这个因果、因缘果海，啊，这是讲的上观。亚下观是伫咧讲咱众生往生的因，甲往生的这个所得的果啊。所以《对经教本无量寿经》就是伫咧讲阿弥陀佛的这个成佛，伊成佛的这个起因。就是第四十八愿，而且四十八愿主要就是要显明，只要念佛，得当往生极乐世界。安尼讲起来，这个无量寿经就是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就是第十八愿，第十八愿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就是。至心信乐，欲生我国乃至十念。所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信，就是观，就是行。所以无量寿经，就是伫咧讲即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我咱念即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当中，具足信甲观，得到往生极乐世界。意思是讲，只要念佛。可以祈祝信愿行，就包含四十八愿，就包含整个无量寿经，就包含所有的经典三藏十二部经。法身上人也讲讲，此经所传，专在念佛。法然上人也说，此经所传，全在念佛。初经就是这部无量寿经所传啊，言之平就是完全的传，意思是讲这部经所解说、所显明的全在念佛，完全是伫念佛的。啊，就讲这部无量寿经也主旨，伊本身在讲啥？伊本身在讲念佛，上下两观。数千字的无量寿经，一万多字的无量寿经，伊在讲啥？讲六字名号南无阿弥陀佛，讲众生念佛必得往生。所以得留初经，就是得留念佛的意思。得留初经，得也是读的意思，读留初经的意思，单独。将这部无量寿经留在这个世间，啊，就是单独将这句名号留在世间，将这个念佛的法弘扬在这个世间。所以，得留初经也会使讲独留初经，也会使讲得留念佛，也会使讲独留念佛。啊，就是讲所有的法门之中，唯有无量寿经是伫咧讲阿弥陀佛积极主动、大平等无差别、无条件的这个救度的法门。这部经、这个法是救度罪恶生死凡夫之中最为简单扼要，因此这部经单独。独留不灭，这个开基大师伊也讲讲，佛法万年，依教识灭，弥陀一教，理不偏经。开基大师也说，末法万年，于教熄灭，弥陀一教，理悟偏真。意思就是讲。佛法万年了后，
所有的这个经教，所有的这个教理，拢总消灭。唯有阿弥陀佛这个教法，这个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教法，离不偏轻，利益众生，特别的这个有起作用，增长，或者是讲特别会当利益众生。佛法万年以后，所有的这个道理，所有的法门，所有的修行方法，拢总消失。但是阿弥陀佛这部无量寿经的道理，这个念佛的法门，偏偏增加会当在这个时代利益迄个时代的众生，叫做离不偏经。阿弥陀一教离有偏经。那以四句来讲，其他的经典、其他的教法，好亲像一般的草啊，到冬天的时阵，所有的这个草啊啦、树木啦，拢总打起、连起，甚至枯衰。一念佛的这个方法，念佛的利益，就好亲像清白啊，到甲冬天悠然，真正清脆，袂凋零，袂败落。直流出经之珠碧水，一百回，百回，这个百，并不是指实数的百，啊，就是讲不是指一百的百，伊不是一十八千万的这个数目的百，伊就是属大数的百，大数大的数目，啊，就是满数、完全数，啊，就是无尽永久的意思。好像像世俗所讲的讲，历百年大计，历百年大计，啊，就是建立永久的这个基础甲事业的意思，并不是唯有指一百这个数目。也一般世俗的讲讲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意思是说，这树木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，才能成为建材。人也是同样，要经过固定的时间，才能培养成就。所以在时间上固定，要在这个方法上，也成就上，方法上也不那么容易啊。不过这呢所指的这个十啦八啦，都不是指这个数目，是指要经过一段固定的这个时间。所以这个八不是指实数、实数的这个八，是无尽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八会、百岁、百岁，含有着这个永住不灭的这个意思。所以直流出经之诸八会，就是直流出经永住不灭，永远存在世间无消灭啊。这呢，这款的含义，必须要以其他的经典来做解说说明。那无量寿经有五本，所以讲东本五译。咱现在所解说这部经，无量寿经所翻译的，就是伫这个三国时代空净开所翻译的。但是伫东朝时代所翻译的无量寿经，叫做无量寿如来会，伊是伫这个大宝积经内底一集会，迄会叫做无量寿如来会。这个无量寿如来会内容，甲这个无量寿经内容完全相同，只不过是翻译的人、翻译的时代、翻译的文字无同。咱来甲看这个无量寿经如来会伫这个所在
伊安那讲，不能受经主来回讲讲，五金为大族类，当令事法救助不灭。无量寿经如来会说：“我今为大主类，当令事法久住不灭。”意思就是讲，我是即释迦牟尼佛，我现在呢要做一个真大啊，就是重要的意思，真重要的这个交代，真重要的这个付托。什么款的交代？什么款的付托呢？就是当令事法，爱受无量寿经这个法，久住不灭，永久住在世间，存在世间，无数消灭。我今为大主类，当令事法久住不灭。以前后传播的文字啊，我来念一遍啊。如是讲大悲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不为佛教而起邪知，当令入定，悉不善离，论不中也，必将为苦。是故五经为大作类，当令是法救助不灭，殷勤修行随顺五教。如是广大微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勿为佛教而弃舍之，当令汝等或不善利，沦末长夜，被众为苦。是故我今为大主类，当令事法久住不灭，殷勤修行随顺我教。这首偈的意思来讲，像这款这样的讲台歌清又歌美色玄妙，这种的这个法门呢，是十方所有一切的这个佛所阿乐、所称扬、所赞叹、所弘扬、所扶持的啊。所以呢，咱大家都爱来随顺佛的这个教导，莫违背。啊，将这个法门给下去，确实，若是将这个法门下去，安尼会使咱呢，袂当得到好的利益，会使咱永远拢伫咧沉沦六道，尤其是三恶道，受着种种的这个危险，种种的这个苦恼。所以我现在啊，为恁为一切众生。来做重要的这个交代，当令是法救助不灭，爱受这个法救助不灭，永久住世，永不消灭。恁爱去殷勤修行，随顺五教，意思是讲，恁爱欢欢喜喜来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随顺我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伫这个无量寿如来会。即个流通分所讲的，所以这部《无量寿经》所讲的讲知足百岁，知足百岁，但是伫同本异义、同本异义的如来会啊，伊讲久住不灭啊，安尼就知影讲，虽然是百岁，好像又是一百岁、一百年，其实就是永存不灭，就是时间永久无尽的意思。意思就是讲，永久存在这个世间，无论讲有佛出世，或者无佛出世，拢有这部《无量寿经》念佛往生的道理存在。这也显示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的本怀，最终的目的，就是伫咧讲。无量寿经的念佛法门，特别将念佛法门流传安住在这个世间，不速在这个世间来消失消灭。会使讲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慈悲爱悯，独留此经，
救度当来发灭的这个罪恶的众生，迄款的慈悲达到极点。啊，那无都唔是无尽大悲，因为佛就是抱着无尽大悲的心情，才出现在这个世间呢。过来，其有众生得殊经者，随以所愿，皆可得度；其有众生执思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意思是讲，在迄个时阵的众生，那是会当遇到这部经，啊，就是遇到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来念佛，安尼呢？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到；随意的这个意愿，拢会当度脱生死轮回。啊，就是讲，无遇到这部经便罢，只要那遇到，拢会当脱离轮回，拢会当快速成佛。因为所以讲，这部经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专念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咱净土宗宗旨所显明的。咱净土宗的宗旨就讲讲：信受弥陀救度，专称弥陀佛名，愿生弥陀净土。所以咱的宗旨啊，是贯彻着无量寿经前甲后，甚至贯彻净土三经，贯彻十二三藏十二部经，是贯彻释迦牟尼佛、十方诸佛的这个无尽大悲的这个心。只要念佛，得到往生，有的这个法，袂空空白过。所以善导大师伫法事赞，就讲讲种种法门该解脱，不过念佛往西方，相尽一行至十念，三念五念佛来迎，得离弥陀方世中，地书凡夫念即生。善导大师在法事赞说：种种法门皆解脱，不过念佛往西方，上尽一行至十念。三念五念佛来迎，知为弥陀弘誓众，致使凡夫念即生。意思是讲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经典，不论小乘也好，大乘也好，不论是其他宗这个宗派的这个各种的经典也好，拢是要使众生解脱生死轮回。但是，一般众生受未起，了解未来。所以讲起来，拢无超越这个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念佛的法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尽一行即是念，念佛只要你悟到，悟到这部经，悟到这个法，你现在就开始念佛。那你讲现在无机会悟到，到甲临终悟到，临终可念十句，还是念五句、三句？迄个时阵呢，阿弥陀佛的应声而现，闻声救苦，现身来甲你接引往生极乐世界。这背后就是因为弥陀方世中，阿弥陀佛弘广深重的这个誓愿，阿弥陀有这种的这个愿，地使凡夫念即生，地使罪恶生死凡夫。其他的话拢修行未来，甚至也阿未有机会通好行善积德。咱是讲所有的是恶因恶缘，拢伫咧做罪作业，也因为最后伫要断开的时阵，灰心念佛，也会当当下蒙受阿弥陀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，当下脱离六道生死轮回。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心，阿弥陀佛的悲心。特别深重，所以无关正法、上法、末法，还是法别的时代，
只要顾着这部经法，安尼拢会当脱离轮回，快速成佛，袂空过，不会空过。所以天亲菩萨往生论就讲讲，观佛本愿力，依无空过者，令令速满足功德大波海。天亲菩萨往生论说，观佛本愿力，亦无空过者，能令数万足功德大宝海。意思是讲，观佛本愿力，这个观，那是以咱净土法门来讲呢，并不是一定观察、观照、观想的观，是听闻到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道理，啊来无怀疑、来信受、来念佛。所以这个观佛本愿力，就是信佛的这个本愿力，相信阿弥陀佛的根本大誓愿、深重誓愿啊，以这个悲心愿力。所以古着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名号来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拢袂白白来空过，令人所满足，会当使对方念佛的人真紧得圆满成就着这个功德大宝海，啊，就是成佛的意思。佛的这个功德大宝，好亲像大海啊，无边无底。所以往往经典中伫咧形容佛的这个功德，拢用这个大海来形容。所以如果若无这部经典《无量寿经》，宣说着阿弥陀佛的救度，迄个时阵的众生就无希望。为着要使迄个时阵的众生有希望，得要救度迄个时阵的众生，作为经典消失至少，也爱将某一部经典、某一个法门改留下来。安尼所要留下来迄部经典、迄个法门，必须要得真正契合迄个时代的众生的根基，会当简单容易，使迄个时代的众生得到利益，啊，就是了脱生死、往生，极乐世界成佛。一其他的经典，拢无达到迄种的这个效能，唯有无量寿经。所以呢，至少将这部无量寿经留落来。何况这部经典是释迦牟尼佛本怀中的本怀，留这部经也等于留掉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。所以最后也是留这个名号，以这个名号、阿弥陀佛的名号来救度众生。因为在那个时阵，所有经典拢无佛法，佛法经三宝也拢无，大家拢唔知影讲有因果报应，有六道轮回，顶里唔知影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因此呢，唔知影得爱得这个弃恶行善，行善积德。安尼呢，结果拢呢为非作歹的多，自私自利的多。舍人利己的多啊，所以迄个时代众生，往往拢就是自业自罪较侪，会使讲迄个时阵大多数拢就是罪恶生死凡夫。伫迄个时阵的罪恶生死凡夫，既然拢会当依靠即句南无阿弥陀佛来救度生死轮回，安尼何况讲咱现在三宝佛法犹阁住世的时代？来念佛，靠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更加容易会当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，这就是大起生所讲的讲，这部经老咧，背后也伫咧显示念佛，现在的人念佛必定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，法身上人伊就讲讲，以彼时是初时。初时如佛
注射之时。法轮上人说，以彼时是此时，此时如佛注射之时。意思是说，以那个佛法的时代来看现在，现在佛法经要存在这个时代，安尼现在这个时代，就好亲像佛住在世间这个时代同款啊。就是讲，以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做对比，咱这个时代好亲像是佛要住在世间的时代那一般，因为那个时代所有经典拢消失。佛法经三宝的名也无听到，也唔知影宇宙之中有因果、有什么报应，拢唔知影。啊，咱现在对这拢清楚了解，有人咧传，有人咧相信，岂不是好亲像这个时阵甲迄个时阵来比呢？好亲像佛啊，住在世间同款啊。咱伫遮呢？提出这个问答啊，问讲如来慈悲，为什么独留处境，不留五境啊？就是讲啊，释迦牟尼佛既然个大慈大悲，要留一部经在这个世间，为什么特别单独留这个无量寿经，啊，无要留这个其他的经典呢？为什么呢？啊，这种的这个问答啊，而且这个回答啊，这个答案呢，历代以来的这个祖师大德对这个问题要做这个多种的这个说明，以各种的这个观点提出因的看法来解说啊。而且呢，我改。归纳为八点啊，八点。第一，时机相应果。时机相应，时就是时代，时代；机就是根基，就是众生的这个根基。意思是讲，这部经是符合当时的时代，当时的根基。一其他的这个经。其他的这个法啊，甲迄个时代的这个众生无相应，时机、时甲机无相应，所以呢，其他的经典就消灭。啊，这部经是时机相应，时代甲根基拢符合，所以这部经就特别流传在这个世间。佛以伊的这个智慧，知影这部经，唯有这部经，才会当符合当时啊，迄个时代的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基。所以第一时机相应果，释迦牟尼佛才将这部经流传在世间。第二圣依二义果，第二圣依二义故。性就是殊性，因就是用因啊，啊就是讲这部经所讲的，就是伫咧讲阿弥陀佛的慈悲，就是伫咧讲阿弥陀佛的意义的这个名号南无阿弥陀佛来救度众生，只要众生念佛啊，就当得到利益，得到现身平安的利益，得到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幸福的利益。所以念佛用因啊，也功德殊胜，这叫做圣因二义啊。因为这部经有这圣因二义啊，这个原因，所以适合着当时当代发别的这个罪恶众生的这个根基。一其他的经典，拢无适合，无这个殊胜，也无用因，这两种的这个内涵。
所以其他的经典呢，释迦牟尼佛就无留，就特别留这部经典啊。就这两点来讲，释迦牟尼佛慈悲无？有哈。南无阿弥陀佛。第三点，多恶必要果。第三，度恶必要果，啊，就是讲这部《无量寿经》救度罪恶的众生，是特别有这个秘诀，特别的这个奥要，特别有深沉的这个道理，叫做必要。一般必就是秘密啊，啊要就是要诀。咱修行人，所以讲千里访名师，万里求巧诀。若有一个巧诀，依照迄个巧诀去走，安尼就较容易。所以讲事半功倍，有了秘要，就能够容易到所谓事半功倍啊。对一般下根基罪恶的这个凡夫，除了念佛以外，其他一切法门，伊拢修不来。所以释迦牟尼佛，伊的这个慈悲，伊的这个智慧啊，伊无尽的智慧，无尽的大悲，为着要救度将来罪恶的众生，得将这部经流传。就无流传其他的经，因为其他的经最后的众生做不来，无效果，唯有这部经啊。这是第三点，度恶必要果。第四，摄一切经果。第四，摄一切经故。摄摄就是包含的意思，包含所有一切经典。啊，就是讲，十方诸佛的出现在世间，讲经说法，目的就是要救度所有的众生。啊，这部经单独流传在世间，就会当达成佛的本怀，就会当广度众生。啊，那呢，定义就是这部经涵盖着所有的经在内底。这叫做这部经啊，讲说诸法，含摄一切经教。如果这部经若无留，安尼法别的众生就无法度人好得到生死轮回。所以这部经留，就是一切经留。这部经不别定理一切经当中不别，所以这就是第四点的理由。摄一切经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现在呢，请咱啊起立念佛。